先正時間4:19，只腳都好似冇乜嘢咁樣，依然都係腳腫。雖然知我腳腫，話假地講，基本上我對話上禮拜唔出街。琴日玩完試玩咗10個鐘頭，錄咗10個鐘頭，最睇嘅最高紀錄，而我最高都係8個鐘頭。有4:08打到凌晨3:00，嗰啲 K30 都殺咗400多人。咁已經殺咗10000多人，啲嘢已經精通已經去到346。你上年334已經係10000多人啦，因為334乘30係10020，唔知20/30，10020。關於剩翻沙呢一年剩翻沙嚟打幾個 pose 咧，幾個串，串佢幾句話咩？關咩事啊？你可以唔使喺度鋪文嘅。後屘佢又將我講嘅嗰啲圖掉上嚟，跟住之後我講咩啊？又係啲西灣咁無聊嘅。跟住佢話：你知自己無聊，後屘佢彈咗兩張相出嚟，嗰兩張就係我喺嗰裏邊嗰個動態。但嗰個動態就冇乜嘢，但佢 highlight 啲咩咧 ？highlight 我放 pose 嘅時間，假定講幾日之前。佢話我日日都放 pose， 都好似咁好寒酸，咩 pose 都冇，最後一個 pose 係2020買嘅。喂，既然我係咁放 pose， 咁我記得群組都有一個係咁放 pose。那個叫他放 post 都是說自己遇到什麼很有趣的東西，那你又不屌他。哇，一個 post， 我在一個 post 說不關我事，抽了幾個水，然後立刻被人屌，我是這樣屌你老母的。一個 post 就搞到你這麼誇張，不是，我說幾個東西就搞到你很誇張，搞到整班人那麼誇張。通過那個人是大家的 best friend， 你話嗰個人講嘢已經被人話是人哋嗰個英雄，講幾句被人抽水。之前都有幾，即之前都有一個嗰、那個揸下車喎。哇！喺既然係咁，好奇怪，點解我之前嗰啲 post 你唔出聲，反而一啲你覺得對你嚟講好冇意義嗰啲嘢，即刻話抽水。佢 highlight 嗰個人。記過咩？記得算一句，所以咧，即
自己話自己好無聊喎，係要睇自己又唔打機，佢一直留意我。之前嘅 post 你又唔留意，我都奇怪啊。後屘佢放 post 啊，叫佢放咗個牀，我然之後又串佢講緊。呢度洗碗好似覺得我驚一樣，對唔住啊！佢一啲都完全唔覺得驚啊！人將睇個 post 可以唔睇，果然啊，洗碗又有幾個。佢都係放翻之前我講嘅，講過嗰啲句，講過嗰啲嘢，咩可以唔收一部分啊？放俾少啲，又有啲啊，用起我開名，啲又叫黃佩文，另一個叫咩 Chen Yu， 張瑞，都有幾個，你去得。後屘另外一個人講咩啊？佢放咗個 YouTube link， 嗰個 YouTube link 就係我10月30號一條 video 四片，就講嗰啲，你都有講過啦。佢話好似29唔知30號好似，就係嗰條片就一大部分關於我講嗰個3日打機嘅睇法啊回應。哇！佢本人對呢個只有3日打機嘅睇法同回應啊，反正優越感滿滿啊！哇！我諗緊點解人哋會知道？我諗翻起呢樣嘢，我就冇 cap 低嗰啲片。點解入邊啲片嘅內容，點解佢會知道我入邊講咩嘅？我諗法咧就係，我死之前中沙一樣，我講過一啲人，但係我冇 cap 低段片上嚟，佢都知道我講佢。都一直留意我，同埋到底係乜嘢途徑知道我講緊你啊？到底我意思係到底係乜嘢途徑知道我喺段片度講緊佢咧？唔通依家啲所謂科技咁先進？我講過可以將 YouTube 裏邊嘅對 YouTube 裏邊講嘢嘅內容直接彈出嚟。假如你個例如我已經見到講關於嗰個 post， 即刻彈個 post 嗰個內容出嚟，咁犀利！估唔到都有留意，多句之前嗰啲 post 佢唔留意，萬一呢個 post 成堆嗰啲垃圾圖，可能即刻再留意。多句嗰啲人抽水咧，打機又唔知道。不過對於嗰班台灣人嚟講，打機打贏四嘢，最主要都係揸車嘅啫，揸飛機揸下車唔使啊！飛機一堆飛機撚我嘥多喎，你又做步兵，我做步兵大呢只 game， 揸車弱智，做步兵相對好玩啲。